家好，欢迎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希望我们这个所有节目所呈现的福音信息，也就是这大好的消息，能够使您认识我们的救主。如果您已经是一位基督徒，我们希望您能够更紧紧地跟随主耶稣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也是新约时期的安息日。今天的节目不但有读经，并且有查经，希望您借着聆听我们的节目，能够得到丰富的生命活水，这活水使您永不再渴。